为什么我们会要求那么多？很简单，因为越来越少共情能力，就我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情绪，我体会不到对方的情绪，我只能体会到我很累，体会不到对方很累。其实你也是，对吧？你说我爱得很累，但你也并没有体会到他一样的。你能体会到说我很委屈，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不来陪我，我连看个电影都没有人陪，你体会不到他舟车劳顿，可能前一天的时候那么累，没有共情能力，就我没有办法移情到他的身上去体会一下他当时那个感受是什么。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没有去经历生活。当你在生活里面见到背叛，见到挫败，见到很多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是无奈的事情很多，没有办法样样都随我所愿。既然不能随我所愿，那我可能要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他的周遭是什么，他的压力是什么。那么今天站在这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只想你们在未来的路里面永远记住这一点，就是那个人是你的爱人，他是一个人，他所受的压力，他所拥有的情绪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去想想他会不会有另一种情绪。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原来爱这件东西就是替对方着想。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我先生也狗腿，我谈恋爱的时候也特别反感他这个动作，然后我的做法是，我会在别人不注意偷偷地摁住他抖的那条腿，他就明白了。然后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他改掉这个习惯，我只是说人少的时候你可以抖，太多人的时候不太好看。直到现在他这个毛病还是没有改，我们俩在一起十年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越要想让他改变的，他是改不掉的。所以你在接受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好的一面的时候，同时你要接纳他所有的一切。你说你爱他，爱是什么呀？爱这个说不清楚的，但是我浅显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一切，我爱你的好，爱你的坏，爱你的优点，也爱你的缺点。你不能说我要你改掉这个改掉那个，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能为他改变什么呢？我今天就不喜欢你这个头发了，我让你马上给我剪短了，或者说给我留长了，你愿意吗？你马上就能改变吗？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东西我就是不让你买，或者说你无意识的一个行为一个习惯我就是不喜欢，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三观，你一定要改。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家去改这个呢？对不对？同样你到婆家去见婆家的时候，那婆婆说了，哎，你怎么不洗碗不做饭呢？你说我在家我也娇生惯养，我凭什么来你们家就一定要洗碗做饭？是不是一个道理啊？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改呢？改也是他真的心甘情愿为了你改，那才是爱你的体现。就算你逼着他的改，他改得了一时，改得了一世吗？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带他见父母的时候跟父母去描述他的不好？因为我们带男朋友回家或者见家长都会使劲儿的把他那些不好先给他藏一藏掖一掖，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啊，就你一直把爸妈当成你的一个保护伞，然后拿他们当你的一个武器，就你治不了他的时候你就说你小心点啊，我爸妈不同意啊，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不改的话他俩就再不能在一起了。没想到惨了吧，人家不怕这个。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就是什么，我要让对方为我做什么事儿之前，我先想一想这件事儿我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就是一个相互理解，对不对？现在就看，哎，就是男生铁了心能不能回头了。但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太爱他的这个感情，如果特别爱他的话，他的一切你都应该能接受得了。好吧，就说这么多。
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来，涂老师。良好的教养是深入骨髓的包容和尊重。我讨厌。